场大厅挤满要出国的旅客，台湾人蜂出国，从数据上就能看出来。去年出国人数超过1565万人次，创历史新高。人流量大就藏有商机，桃园机场旅平险投保柜位定期竞标，各大保险业者抢破头也要来卡位。今年五家出手，由星光、国泰、台寿保还有美商、安达产险四家出现，都有买，我都会买。我刚刚是忘了，所以我在现场买。瞄准旅游民众投保荷包，但这柜台可以说是寸土寸金，以每个月权利金260万元换算，约4-5平大小的柜台，每平租金至少52万元。不过对比6年前的320万，其实已经大幅减少超过10%。但对比东区店面每平1到2万元的租金水准，这机场柜位门槛还是高出许多。以今年旅行平安险的市场规模，应该有6亿左右，那我们推估一天我们的来客量大概是200到300人。除了庞大的旅平险、旅游不便险等收益在台湾首要门面设柜，业者背后考量当然也是图个广告效益，成为保险业拼业绩不能缺席的战场。三立新闻杨玉兴、林宏宇、刘亚文综合报道。